来孵。没有。回回。猪猪，牛牛，小牛牛，你在干嘛？好搞笑啊！黄牛，他看着你嘞，他看着你，你看。就是刚才他在那里躺着，他哭的时候，想要亲他一口，他就不哭嘞。就像这样的，他就不哭。哇，你看，好可爱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个怎么这么小胖妞，你是你可爱一点还是牛牛可爱一点啊？都可爱，都可爱呀。哎呦，哎呦，阿姨，哎，你在搞猪槽啊？哎，我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放在这里面。今天刚好下雨天，也没什么事做啊。我看你头发很长了耶。头发长了吗？啊，要不我带你去剪个头发吧。有点长哎，啊，带我去剪啊，啊，那好吧，反正我会开车，又方便出门，好吧，好好好，啊，你们这边孝敬就好吧，反正下雨天也没事啊，这水果赶紧高粱了，这个高粱是那天杰哥弄下来的，现在说话不甜了哦，甜了吧，应该不甜才剩下来是吧，嗯。小丽，啊，我带阿姨去剪头发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去不去了，我哥在家，你再去见你。要不带小牛牛一起去玩呢？我不去了。不去啊？吃啊，你吃吗？那吃啊，我一人吃一个。那也啥吃吃啊？你们吃，你们吃。我给他弄。这个以前我们老家有，现在没有。这个啊？嗯、高粱。这是谁去搞的？这阿杰那天没搞好，阿姨小心不要搞到手了。宝贝。这酒跟那边在那里搞啊，哼，怎么搞的呀？那酒跟前面的有点甜吧？有一点，不是很甜。它不是很老，要老了最好吃。是，这个不够了。那你们去吧啊。啊，那你小牛牛要带点什么东西回来，我们到时候去那里看一下。不用了，现在什么都有。不要啊。这个不用，来。好，谢谢。嗯，或者你想吃什么东西，我们带你回来。不用了。想吃粑粑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好了，那我带阿姨先去了。啊、哦、好，你们去吧啊。啊。妈、嗯、跟牧野早就去了。好。嗯。那你就叫他。嗯。阿姨。我们就到这里剪。这里啊。啊。这里剪。我这里这个剪头发的。啊，可以，就到这里剪。阿姨头发是有蛮长的哦。啊。你看一下。啊。是的，我还没注意。我都没注意看到有这么长的头发了，怎么？啊，因为今天的天不怎么热，所以说没感觉到头发长了。首先剪一可以不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提的好吧？提的好吧？好看。啊，技术还是可以的。这个不用再洗了吗？不洗了吗？不洗了。不洗了是吧？嗯，没什么碎头发是吧？嗯，可以。洗的好轻松的。对。剪短了，啊，给了，走。我给的，我已经给了。哎呀，是吧？啊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谢谢老板啊。好。那我们去。你要到邻居买那个吗？好，你去看一下。干嘛买呀？我也是。是现在天气变冷了，然后牛牛它那个包片都比较薄啊。对啊。我们去给它买一块厚一点的包片啊。嗯。好，我们去前面找着看一下。阿姨，哎，我们就到这个里面嘛，它是专门买那个母婴的东西的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哈。啊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看你这里面有没有。什么东西？洗耳朵，我洗耳朵。还没安排一个小时。那厚一点的也有。厚一点的有吗？我穿什么？又厚一点的，看看。那个是新事情，哪里有新事情吗？今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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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这里有这么多啊。嗯。这是大好大的那种。基本上都差不多大，差不多大了。嗯。都差不多大是吧？嗯。要稍微厚一点点的。可以打开看不？可以。打开看一下嘛。这个有吗？厚哎。好大哟、哦！哦，大不？嗯。都这么大吗？嗯。要这么大的哟，嗯。要这么大的呀？嗯。百公分的差不多。嗯。这个打完折的要140多，打完折要140吧？嗯。少点，还有打点折噻。已经是给你点打的折了。那么贵啊？那个那么贵。质量不一样嘛，你儿。哎。质量不一样，正儿八经我们新天地的质量不一样。新天地的。嗯。质量不一样是吧？嗯。10元的嘛，那个。是的。10元。嗯。它这个还有别的颜色吗？有其他颜色。看看哪种颜色好些。阿姨，你喜欢哪种颜色嘛？我喜欢了，我也平时那个也是的哈，这个也是的嘛，啊，那几个都是的，没得活的，厚差不多，差不多厚，嗯，可能都，大也差不多大，可能那个两种不行，软和的，有那个布片片没有？有那种布料片，布料片啊，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布的尿片。哦，搞得他买的2根嘛3根。那个都是舒服些，比那个。比纸尿裤是吧？纸尿裤舒服的。嗯。那个好多钱包那个？你去找他们哈，嗯。这可以啊。嗯。它这个一盒里面有10片。嗯。过一会儿过不来。这个包片的话，我们就买这一款算了啊。嗯。这个也好看哦，有点软和和。啊，它也有这么厚实啊。嗯。啊。嗯。也有，质量也还可以。打折57是吧？嗯。嗯。那就拿一盒嘛。对。那一盒是几个？10根了。10根。嗯。给人家保险打死了，弄了17了就剩一盒。对。加尿布。多少钱啊？一共198块六。好。这个就是大妈给小妞妞买的，刚才我说我买给大妈买的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啊，谢谢啊，嗯，好，拜拜啊，知道好，老板，来来，慢走哈，奶奶。好，阿姨还要买点什么吗？我们不买了啦，不买了。嗯，那我们就要回去了。是啊，好，伞呢？哦，伞，伞不能忘记了。借给别人的。啊，好，走。